我来是偶然，像一颗尘土，有谁看出我的脆弱？我来自何方？我心归何处？谁在下一刻呼喊我？天地虽欢，这条路却难走。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，我还要多少爱，我还有多少泪，让苍天知道我不认输。感恩的心，感谢有你伴我一生，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。感恩的心，感谢命运，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，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。我今天懷著很感恩的心，為什麼呢？沒錯，因為大家都知道，早幾天就 M 記麥當勞，我做那間的分店的高層就炒了我，原因不是我做錯事，是因為我太出名，我的出現，他說我的存在引起那間店鋪轟動騷動，所以炒了我。但正所謂好人有好報，吉人自有天相，所以我越唱越強，東家不打打西家，又有第二間的 M 記願意請我，給機會我。我覺得這個高層這個經理很好咯，個格局很大咯，他不會因為 他真的，他是對事不對人，他不會因為我的過去，我以前一些、很多被人家無中生有的負面攻擊而影響他對我的看法，他覺得我OK 喎，馬車做事認真爽快積極，係嘛？做到嘢噶嘛，真係。咁佢咪話做到嘢咪得咯？你係佢流馬車定流馬尿？真係噶，經理先生，多謝你，我為你點贊。我承諾，我一定會做呢份工，我會將呢一間分店喺呢度，我就唔講我喺邊間分店做，費事真係啲人湧曬入嚟，到時真係真係引起轟動騷動。我想低調做事，咁啊，多謝你哋。俾機會我啦，經理咁啊！我承諾一定會做好，唔止做好，我要做到超好超好，係吧？我會炸好啲等陣俾你。姐姐行先，唔緊要，你哋行先唔緊要，我哋拍緊片，冇嘢冇嘢。唔好意思，冇嘢冇嘢冇嘢。行，俾阿姐姐行先。好意思啊。冇嘢冇嘢，你哋好，慢我慢我，繼續，唔緊要。咁啊，我承諾自己啊，一定會去啊炸好啲麥樂雞啦，炸好啲漢堡包啦，咁啊會係咯。嚟緊會炸可樂咯，炸士多啤梨奶昔咯，炸豬油蛋漢堡，炸熱香餅，同埋最新嗰個唔知咩女送芒果，炸女送芒果，炸蜜旋風，總之就一句一個字，炸，炸好俾大家食。咁啊，所以今日我唱真係有感而發，唱感恩的心，真係原來係啊，做得好好啊，係有回報噶，真係。咁啊。嚟緊可能我嘅日子仍然會係好艱難啦，遇到好多嘅風浪啦，因為好多人都唔想見到我好，想我衰。我同你講，我就偏偏唔會衰俾你睇，我會做好自己，做到最好最好，係嘛？我就係麥當勞最新嘅代言人，係嘛？麥當勞嘅代言人。宣傳大使，真正能夠代表麥當勞一個咁有童真、咁純潔、咁能夠帶到歡樂、咁陽光、咁正義、咁健康啊！唔係麥當勞啲嘢都唔健康，你關健康咩事？係算啦，其實大家真係認真嘅講埋我，我就算喺嗰度做都好啦，啊！即係你話我倒 M 記米都好，大家都係唔好去食 M 記，真係 M 記都係啲油膩煎炸食物、垃圾食物，係咪食到你三高？食嚟做咩啫？入嚟 M 記飲杯水，或者見到我馬車話。Hello 馬車，加油啊 ！OK 噶啦，唔好食 M 記真係。正所謂
如果太多流馬鳥，張家輝就冇掟棋，等到張家輝翻翻嚟，流馬鳥又唔爭氣，啱未啱曬你咁啊，係咯，多謝大家，係啊，一直以嚟對我嘅支持咯，咁啊，自己一定會繼續加油。最後喺度順便講下，再一次提醒香港人，提醒各位市民，香港市民，楊冠華同埋何君瑤呢兩隻食屎狗，作惡多端。他們真正身份，他們其實就是元朗組織賣淫集團的幕後主腦和幕後大老闆楊冠華、何君瑤，我和你們勢不兩立，一定會全力地去舉報你們。你們真的很死衰，卑鄙無恥行賤，竟然依靠妓女為生，依靠妓女為生，人家每一天出賣靈魂、出賣 肉體，賺些辛苦錢，你們竟然要去操控人哋，仲要攞曬人哋嘅辛苦錢，不知所為，忍你哋好耐。認住我 ，M 記墮天地獄獸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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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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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麥當勞這個大家庭時日太快，無知的小孩一晚長大。咁啊，希望大家最後喺度想呼籲一下啦。馬車嘅轉數快號碼係5744-3089-3089，再講一次5744-3089。你哋嘅一份支持係馬車繼續前進嘅動力，希望大家唔好猶豫啊，快啲可以少少心意不成敬意。10元、20元、100元、200元都好，去真係經濟上或者一種正面嘅鼓勵下馬車，俾多啲支持我咯。因為畢竟真係生活唔容易，希望大家盡快即係可以轉數快去支持我。5743089，5743089，記住轉數快，繼續支持我。M 記墮天地獄獸，國際墮天地獄獸，係嘛？元朗數雞專家、數王大師。我有一個夢想，就是希望終一日全香港，不是全香港，全中國、全亞洲、全個世界、全個地球、全個宇宙的所有麥當勞都能夠執曬粒。是，你們沒聽錯，是執曬粒。這些垃圾食物根本就不應該存在這個世界上，荼毒害死了，嚴重傷害了多少人，或者多少青少年後生仔女的健康。麥當勞那個最大老闆，我不知道叫什麼名字，應該是美國佬來，你為了錢，為了一己私欲，製作這些這樣的垃圾快餐店、垃圾食物，害死了多少人？你說吧，你說吧，我不是跟你玩的，我很認真的。人在做天在看，你一定會有報應的。沒有啊，沒辦法啊，生活艱難，所以暫時撈住 M 記先，暫時性嘅啫。咁啊，大家都加油啦！希望大家都加油。多謝。我。就是文武相傳的現代慕容復慕容公子。
古有北乔峰南慕容，今有西施郎东马车。嚟啦！